谢我们的南山人寿、创意时间家，所有促成我们这个活动的主协办单位。我们希望说能够让这个健康跟我们整个保护的生活能够连接在一起，为自己未来的这个健康账户储存一些资本。那我们在公益方面呢，也捐了50万给陈明赏来支持长跑的选手。那今天呢，祝福大家都可以跑出自我，跑出健康。